现在正在 check in， 我们的飞机 delay 了， delay 了将近两个小时吧。超级度假环境，还可以坐荡秋千哦。所以 delay 他一个人送了250块的餐券，很好奇250要怎么花，没想到全部都是餐厅。像那个 outlet 的商品。对啊，决定要找一些我们平常舍不得下手的东西来进行消费。如何花完500块成为我们当今最难的难题？因为又热，而且刚刚吃完早餐，其实现在根本不饿。而且它只有指定餐厅可以使用。那刚刚有看到它的果汁是完全零添加，全部都是纯果汁，所以我们就决定下重本，这一杯要150块。平常都不会买，平常只有一杯水就可以了。非常非常极其奢侈的一顿餐，这是新鲜水果 yogurt。我们要准备进 gate 啦，过安检啦，看到了这家店 Elephant Poo Poo Paper， 看看哦，这是大象的屎做的产品。Smell me， 哦，打开了，很香，没味道，就是纸。对，它就是笔记本。这就是一个超级半开放式的机场，除非消费你才有冷气吹。还好现在没有很热。对。的话就会很神奇，里面也有按摩啊，价格很划算的。他真的很贴心，如果你时间不够，10元一分钟。这边是但凡你坐曼谷航空都可以来吃的，其实蛮贴心的。这边是商务舱的，最重要的就是有冷气，会有一些小零食，喝的菜单也差不多。老王你的最爱，吃到老王最喜欢的椰子，我们吃的那一家要卖120块，老王现赚。对，真的好贵哦。原来椰子不是放在冻库，就它的椰肉好像冰沙。是这样的，因为酒店在 check out 的时候有问我们一下我们的服务体验，我们讲了两件事。投诉啊，投诉的地盘有问题，然后一个是它的早餐送餐很烂，有加那个 line， 然后在 line 上面投诉。好多字 ，line 的回复讯息蛮及时的，就是有任何需求来通知跟那个沟通的。整个毁系列的一个过程，他就送了我们一个就椰子糖，还有一个东西是这个。他都是去庙里求的，有祈福，那种和尚有给他加持，加持，就说你们应该早点来跟我们说的，我们早点给你这个手环，幸运手环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。我们两个就带着这个幸运手环离开了苏梅，然后接下来的曼谷都很幸运。